点菜挺好哈。啊，这时候碰点微菜挺难了。多数开封了，现在这个嫩的少了。过季了，有点都老了。冲着这点挺好的。啊，你看像这样就不行了，这样就别采了。这个已经都成种子了。这都老了，成种子了，挑嫩的采。明哥，你在这抠的挺来劲的。哎呀，必须的，回家给他那什么。咋的哟？烤肉啊？给他包点烤肉吃。我看。哎，这时候山的山葱真大呀，嗯，它都要打种子了，看，看这杆多粗。现在吃山葱正是时候，叶还大，包肉还能包进去，完杆还能吃哈。杆一吃四年的。对，这还有几颗呢，看多好，这几颗是单叶的，它不是双叶，像这种都是单叶的，但叶子都挺大的，一会儿都给它采回去。今天又来菜地了啊，你看这些大的、老的、放风的，全都是微菜呀。一片呢，就赶上自己种的似的，瞅瞅，有的都打籽儿了，全都老了，不用采了。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呀，这菜太招人稀罕了。啊，看着啥了？好嘞，今天呢，跟明哥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又来上山来了。因为山野菜都忙活差不多了，今天明哥来领我找这个山葱，你看这又发现这几块。还挺好的呢，你看哥，哎呀，你看现在这个山葱长得多高，特别的高，而且叶子也特别的大，有的都要打骨头了，像大草一样。好深了扎的。哥，你带这个锹挺好用，我感觉比那个小刨镐好用。天哪，我特意带这个玩意儿。我感觉比镐好用，一搓一把，真长。这种的拿回去包山葱吃吧。行，用根回去带那白活，别整折了，整折白瞎了。好，慢点，抠完再给它埋上。这一锹下去好几颗呀，哎呀，啥啊，这小锹带的带劲不？现在比镐好使，镐现在是不行了。它咋长得这么长啊？这个啊，它属于宣地，宣地它带点沙土的行的，它那个根子板就深。对，它板就深哈。要不然我带锹呢，它带镐不好使，刨不到底呀。这锹你可以往深了握。对，你看这下，哎，这都打种子了。咋了？啊，这小骨头。打小骨头了。打小骨头。回家一摘就完事儿。哎，这个也好啊，真粗啊，又粗又大。这个板真深。哎呀，这是赶上草了吧？这不，你看这一个赶上草了。还给它扒拉平了，回填一下，回填上吧，到时候还能长哈。别让它出坑，别让出坑。好用哈！哎呀，一下就下来了。明哥，你这锹行啊，比我那镐强。好使不？好使，看这一根，真长。哎，都到哪儿了？都这么长。开心不？开心。跟你上山，我能不开心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话，我没有这话唠，我心里太舒服了。听得心里老得劲儿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别不说，挨点累都值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，这山葱真毒，不，这锹是真好使，该咋是咋的。哎，完还一搓吧，一把一搓就一把。我怎么感觉，就是这个，你看咱今天挖这个山葱，咱今天挖这个山葱，这个板儿特别的深哈。对，而且这叶子也挺大，你看都多高了。回家回这个这种山葱回家栽吧，这种叶它的这个叶长得非常宽大。对，你看都几掌哈，一掌，两掌，哎妈呀，高的都将近三掌，你说大山葱太好了啊。最关键是它离道近呢。对，离道还近，你看这不都是吗？取蛇呀！哎呀，吓死我！吓我一跳，取蛇还咋怕？不是，他麻烦人。蚯蚓你还咋怕？不害怕的，这就是灵灵摸的啊，老麻烦人了，是不是给你吓一跳？那，你说这要看到蛇怎么整？你要看到蛇了，那给我吓的，这跳多高都得。我不害怕那玩意儿，就你们一那什么，一那个碰着了，一喊，嗷嗷一声，你那我给我吓的啊。突
突然间的时候，就怕突然间就这一手啥的碰着了哈，就有点害怕了。给撞上了，整折了，你看才这么多了，这才多大一会儿啊？多好哈，这嘎这点是真好，一小片儿啊，真招人稀罕，而且它全都是那种双叶的哈，真过瘾。双叶元宝叶，小元宝叶的，一会儿一根，一会儿一根，一划拉可快了。拿在手里的感觉是不是像花似的？这都是山葱啊，现在山葱长大了，吃的口感呢略微有一点点甜，不像小的时候有点那么辣。看我明哥抠的还挺来劲呢，哎呀，汗流出汗了，都出汗了都。主要这天气太热了，现在真过瘾呐。今天碰这点山葱啊，属实是不错，挺好的。因为现在这个山葱这个季节太难找了，你看这个大叶子，看多大，根儿也粗。干活吧，干啥呢？歇会儿冒汗了，这就是小溪还行呢，小溪旁边还凉快。太热了，主要就是哈。现在林里太闷了。行，一会儿扣完这点，咱够个够了，咱就回家了。还挺好抠的哈。那你说咱挖这么长时间的山葱，今天看那几个是真大呀哈！哎呀妈呀，你看跟我的手比，你瞅瞅，太粗了，太像样了。像样了，这几个高低整，这几个高低咱得整回去啊，而且都打种子了，你看这个小种子，嗯，这都已经打种子了，像这个都是，全是小花骨朵、啊、全是小花骨朵哈。明哥该咋的，你真是那个呀。可以，这几个是真像样，真好，关键跟你来上山运气好，那必须的、嗯、明天咱俩就搭伴儿吧，咱俩就上山吧。完了咱俩能碰着好东西，关键是不是啊，好，看赶紧挖吧，一会儿人来咋整，嗯，干吧，深点啊，它这个根子肯定也会大的。哎呀哎呀，三棵大柳树，保护好啊，这是珍惜物品啊，现在回家带到盆里当盆景吧。哎，你看这根子，这个谁也不能管我要啊，要也不能给。你看这根子也大哈、啊，这个咱们就带点土回去吧。行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得有一米了吧？看看多长。啊。哎呀妈，八十公分高。真是，这山葱真是够个的，山葱之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高低不能往回取。养一年，让它，它个，既然它都长这么大，这个再长一片还得这么大。对，哎呀，哎，你这锹真好使，搞就刨不出来它了，搞就该刨折了。哎、对，慢点啊。就把这花根给破坏了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！哎呀，这小颗整的真硬啊！肥田啊，跑山人也得有跑山人的规矩，必须讲究的。把这几个拿起来看看，真好，这几个。来吧，这五颗大揪吧。哎呀，这根子，根儿它也粗、哎，真粗是哈。这根子，哎呦我的妈，真好。关键它长得也高，叶子也大。这要栽到花盆里头，你说这带不带劲？像花似的哈、啊。行了，继续走，看能不能发现招大这么大的。今天又是收获不错，整了这么多的山葱，底下还有一点点微菜。哎，行啊。啥都碰着了，今天啊，挺好，微菜也采了，山葱也采了，是吧？对，回家吧，下午了啊。出发回家了，喊一声嘛，喊他们。Hello， 没答应，走吧，咱先捋道走。下期视频见了，喜欢的给我们留个关注啊，朋友们，拜拜了。